等一下哦，我的天！喂，OK，这样子。不，好了，大功告成，拆掉，把这把放木，好吵啊！怎么可以搞这么久嘞？喂他们吃面包。啊，等一下，喂他们吃之前，我上面的设施还没盖完。我要怎么盖啊？我要下去，我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先整理一下，我要干嘛？岩浆桶，告示牌。取到岩浆桶，那我要做告示牌啊。好忙哦。所以是这边开始就怪怪的吗？哦，不是。哦，这里。
吓死了。不用演江鹏，因为我是要把他运下来的啦。我在干嘛？我这……啊！天哪、啊，我还没睡醒哎。我还没睡醒啊！到底在干嘛？再一个，好，再来是我要切石机，哎、欸，太多了哦，24、24、26。我想一下，我怎么盖的哦？嗯，我现 在翻白眼，所以边走这个边翻白眼，有点怕。这样。引过来，然后用水流倒下来，倒到这边，这里要围个圈。又晚上啦，又要睡觉啦。我是好奇，如果我拿岩浆桶烧他们的话，会算是我打的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都没看到，没有拿到。然后他们不是说有机
二四五六，我还好没降价。啊，你是要死啊不？嗨，你好。他不会跑去碰水吧？这么聪明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我要先倒水。要那个告示牌，哦，这边会中到、欸。啊！没事，会顶到这个哎、欸，所以。要再往前这样盖吗？好像不行欸。就能这样盖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冲下来，怎么丑啊？这样，这样。下面的，好了，你们可以繁殖了。给我生。这个要现在敲掉吗？敲掉好了。反正等一下可以叠上来看，拆掉咯。我觉得这个也敲掉好，不然上面升怪。哎呦！哎，1.15的繁殖机制就只有这样吧，只要有三张床，两个村民就可以生了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吧？告示牌可以挡一体，不挡生物。什么意思？小村民会跑出来啊啊啊啊啊啊！对呢，对齁，他会踩床。等一下，小村民，你等等。好，这样子，
哎、欸，还好你提醒我，哎，感谢你哦。喂，想死哦，想死哦。那其实我应该没错吧？小村民应该这样就可以生了吧？如果再不能的话，我快没甘草捆了哎、欸。尽忠职守的铁巨人，而且最屌的是他们摔下去不会受伤哎，你看不会受伤，超奇怪。哎、欸，还没生哦。相发哈，我就去盖这一个玻璃，那边也要玻璃，玻璃，玻璃针。哦，是哎、欸，那我这个还不能啊、哦，这个可以拆了，我们大家叠上来看就好。哇！太屌了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！他们会现在生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太早拆了哎、欸！哇，没有哎、欸，还没生。哎呀，你上楼梯干嘛？下去。生了没啊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死？到底会不会生啊 ？Hello， 鱼桶，羊毛，要加两三倍的床才会生，不知道为啥。
好，三倍的床哦。那这样要怎么让他判定有床啊？我想一下哦。这样子吗？可以这样子加吗？剪羊毛是不是？好，去剪羊毛。我嘎的。剪羊毛喽。对啊，我也记得那个上面是写说一张床一个人嘛，当他们吃饱，然后又有几张床，就会生了几只。会看时间哦，看来要营养回家了。哦，对，牛牛的那个还没有盖。哦，一个人要锤东西好多哦，就好不容易带床上去之后，发现噔伸出来了，我杀人，先杀你这只猪。噔噔噔噔噔！感谢爹爹的100个星星，感谢爹爹。给我生啊！超凶！村民低谷生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是要盖这个。我们再去地狱挖一点石头吧。石头啊，这边很大声哦，耳机的先闭上你们耳朵。你没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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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。那这时候学杰克，被你看到啦！就到现在还没有做衣服哎、欸，天哪！我们很勇敢。
地狱都罪恶而已，一直跑跳跑跳跑跳，又要饿啦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，你们看到我，你们看到我，你们看到我。感谢校院的100。个星星，什么叫做想起来你有虫子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谢谢你们。不行，我还在想说今天被铁巨人吓到的那一个画面，好羞耻哦。那我们下一个目的是要去海边。去海边，那熊，因为我其实从 1.13 就没有什么在玩啊。你看，我隔壁就有热带海洋啊，所以今天下午那个，原来这边有这个哦，所以今天下午有个人说什么，什么热带鱼桶很好哎、欸，我说啊，我旁边就热带鱼、热带海洋啊，这边就有机会出热带鱼啦。Surprise！完了，我真的记不起溺死的教训。你看啊，热带鱼啊，这边就有啦、啊。我想说，今天下午就要去换热带鱼。我说，啊，为什么？海带是不是可以种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哦，好，那。去找海龟，兔兔，你们先别去那边，那边很危险。啊！你怎么又上楼啦？啊！忘记去捞水。啊，这边有水。哎，观众在这，算了，没差。什么历历在目？我仿佛看到我曾经死在这边一样。下去。生了没？还没生呢、喔。错了吗？好，我听错了。
欸，我想去实验室看一下到底要几个才能生欸，可以吗？做个记号啊，嗯，这个要不要放啊？记号用这个做。那下次上线说，我怎么那么笨啊，用这个当记号，怎么那么丑啊？有没有？